对，没有错。这个球出棒，越过了游击的防区，左外野方向降落，形成安打，已经记录了啊！哇、安打两，看了两个球了。这个球强袭打穿一二垒防区，形成安打，一垒的跑者在二垒停下来了，停下来了。哇，盘五雄多一个出局数哎。那三垒裁判判定是没有问题的。这个球在左外野，哇，要失分了。刘富豪果然他打林木成打得非常的顺手啊！今天的话，同一支队都还有机会。这个球出手打到中外野方向，被接杀，三垒跑者李磊起跑要冲回来，回来得分。啊，嘴亚啦，拍个变变球就是讲，哦，嘴亚有够劲。这一棒在左外野高飞球。我还是要破了七分，陈连红单场七分打点了，开幕战最多打点，马上破回来，所以陈连红在开联盟开幕战第一个打满贯全垒打，高国庆追上来，然后高国庆五分打点破纪录，陈连红也给他超越过去，哇，14-9了，哇，陈连红单场双响炮，哦高。